然后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这边再开始抽，一，哈哈，三。那这样容易给老板直接歪出来啊。四五，这是五十抽了吧？五十抽，六十抽，七十抽，歪到了封印键，我也歪到了封印键，八十抽。保底且歪，哎呦，完了，保底且不歪啊！九十抽，一百，抽到七七，你可以试试喂喂他啊，把七七养大，养大了之后，说不定就变成神力灵华了，都是兵器单手剑嘛，对吧？带着七七去升级，然后进化啊，七七进化，神力灵华。啊，一百一，一百二，一百三，一百四。你们不懂了呀，这需要进化石，一些特定的神奇宝贝，它是需要进化石才能进化的。没事，不用，不怕不怕，可以赶紧抽吧。嗯嗯。哦，来了来了啊，一百六。哎，进化还能说，怎么能优化呢？啊，把那些刷优化的给我禁言了。一百八。一百九，哎，不会真的两个莫娜，不是两个神灵一个莫娜吧？我靠！三个神灵。是二百了，二百一，二百二，是二百二吧？你们，后来帮我抄记一下，我脑子比较笨，二百三，二百四，二百五，二百六。二百七，二百八，二百九，没事没事，给老板不换地方了，老板能继续出就让他继续出，挺好的啊，我挺希望老板多出一点的，三百抽，三百一。三百二，三百三，啊，现在才三百一是吗？三百二，那这个三百三，三百四，三百五，多算了十抽。啊，你们数吧，我不数了，等会都要看你们的弹幕吧。牛牛牛牛牛牛啊！八是吧？
三百九，四百，他主要是每次还是保底就离谱啊，哎呀。这次不跳过了，希望老板坚持住，满命审理。麻了麻了麻了，差一个。四百五，四百六，四百七，四百八，四百九，还行，这个不是保底。恭喜老板，这是我们大概是第四个还是第五个通过包歪直接抽到满命的老板，让我们恭喜他，恭喜老板啊，哈哈，非常正面的例子啊，其实我挺希望这样的老板多一点的啊，因为老师直接歪了这个东西啊，本身我们包歪的这个东西是做的非常我设计下来是非常合理的，因为其实亏的话最多只亏三百多啊，如果你抽了就转盘的话。